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欢迎再次的参加我们圣淘沙卫理公会的线上崇拜。我们这个时候预备心来开始我们今天的崇拜。约翰福音14:16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卫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住在你们里面。唯有耶稣，耶稣，你能伸下眼看见，耶稣，你能医治伤心人，耶稣，你有权柄释放，叫不可能变为可能，耶稣，你能是瞎眼看见，耶稣，你医治伤心人，耶稣，你有权柄释放，叫不可能变为可能，唯有耶稣，唯有耶稣掌管天地万有，唯有耶稣是水变成酒，叫狂风巨浪平息，大能使罪行神迹，耶稣无人与你相比，唯有耶稣，唯有耶稣掌管天地万有，唯有耶稣能使水变成酒，叫狂风巨浪平息，大能使罪行神迹，耶稣无人与你相比，是的，唯有耶稣，唯有耶稣掌管天地万有，唯有耶稣能使水变成酒，变成酒，叫狂风巨浪平息，大能赦罪行神迹，耶稣无能与你相比，唯有耶稣，唯有耶稣掌管天地万有，唯有耶稣能使水成就，叫狂风巨浪平息，大能使罪行神迹，耶稣无人与你相比，是的，你是配得，你是配得，配得，配得尊崇和赞，是配的，配的，万物敬拜你，是的，你是圣洁，你是圣洁，圣洁，圣洁荣光在全地，你是圣洁，圣洁，以圣洁装饰敬拜，你是
陪着，你是陪着陪着陪着尊崇和赞美，你是陪着陪着万物敬拜你，你是神。是圣洁，圣洁，以圣洁装饰敬拜你。连尊贵荣耀权柄和能力都归全能神，主各方万国和万邦敬拜神羔羊，也尊贵荣耀权柄和能力都归全能神，来光祝各方万我和万邦敬拜神羔羊，你是配得的，配得，配得，配得尊崇和赞美，你是是圣洁，圣洁，圣洁荣光在天地，你是圣洁，圣洁，以圣洁真实敬拜你，你是配的主，配得我们的赞美和尊崇和赞美，你是配得，配得，万物都来敬拜你，敬拜你，你是圣洁的，你是圣洁，圣洁，圣洁的荣光在全地，荣光在天地，你是圣洁，圣洁，以圣洁装饰敬拜你，你是配得，配得，配得尊崇和赞。你是配得，配得，万物敬拜你。你是圣洁，你是圣洁，圣洁，圣洁，荣光在全。你是圣洁，圣洁，以圣洁装饰敬拜。你是圣洁，你是圣洁，圣洁，圣洁荣光在全。你是圣洁，圣
洁，以圣洁装饰敬拜你。圣哉，圣哉，全地敞，喜在，敬在，永远在。圣哉，全能神，永远在宝座上，永远在宝座上。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众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同心祷告。天父，借着真理的圣灵，把你的道完完全全的敞开，让我们无论是讲的、听的，都蒙造就。天父，你借着圣灵与我们同在，引导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弟兄姐妹，不知道在你的脑海中有没有说一个记号，是你永远不会忘记的？好像这个照片里面的图片，当一个人问对方的时候，你手上这个伤痕是怎么样发生的？那这个人就很清楚地回答你说，在某某时间、某某情况之下所发生的。因此，这样的一个记号深刻在这个对方的脑海里面。那除了伤害的记号以外，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也经历到被表扬和赞美的时候。阿们。我们可能因为某种这个生命里面的这个恩赐的强处，而发挥到各自的潜能而被表扬。那因此，这个表扬也影响我们的一生。阿们。这张图片有它的特别的记号。有一位六年级的学生，他处于一个贫困的家庭。这里可以看到一个真实的处境，就是这五兄弟姐妹，我们看到前面站坐的这两位妹妹，头大大，身体小小，是不是营养不良呢？那这位六年级的学生，就是那一位比较高的那一位，有一天摆在桌上的晚餐只有白粥，
没有任何的菜了。当这一位六年级的学生他吃下这一碗粥的时候，他赏识放盐，因为连酱油在那个时候都没有了。这位六年级的学生竟然在吃这一个白粥配盐的时候，他流下了宝贵的眼泪，在母亲的面前他呐喊说：母亲，只要这个粥有酱油我就可以吃了。就在这个时候，这个小学六年级的学生在他呐喊的时候，他的内心里面领受了一句宝贵的话语，有一个微小的声音进入他的生命里面，告诉他说：人穷志气不可穷，七个字。这七个字的一句话到今天仍然几十年后仍然记在他的心里，而是非常明确的。当时不是他要选择吃这个白粥配盐，只是因为家庭环境，当时是以割胶为生。在年尾的时候，我们知道常常下雨，以至于无法割树胶，因此断粮。那弟兄姐妹，我们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很悲惨的画面。当时那个照片因为没有拍脚，有没有看到？这一班的小孩子，他们连拖鞋都没有得穿。就在这样一个非常苦难的时候，这样的一句话临到他的生命里面，这一句话带着安慰，带着造就，带着劝勉的力量进入他的生命里面。圣经记载在约翰福音14:16-17，我来读，弟兄姐妹们来聆听。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17，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他，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阿们。这两处的经文非常的宝贵。16，我要带出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保惠师。17，我要带出的信息是真理的圣灵。16一开始，我要求父，这个我是谁呢？这个我就是耶稣基督。这一句话是耶稣基督亲口说的，是约翰作者他本身记载下来的。阿们。那这两处的经文清楚地强调，我们要认识圣灵，要经历圣灵，因为上帝透过，因为上帝回应耶稣基督的要求，上帝赐下保惠师，上帝赐下真理的圣灵。上帝他如此的回应耶稣基督的呼求，
乃是要在人世当中，从混乱中的秩序恢复到生命的秩序。阿们。恢复到生命的秩序的当中，他要引导我们迈向合一，这是要所有的儿女们终极领受这个上帝透过主耶稣基督所赐下的恩福，成为众人的祝福。今天何传道要分享的主题是一个特别祝福的记号。阿们。让我们来看看圣经里面所记载的宝惠诗，它要带出四大重要的意义。宝惠诗按照学者们的这个解析和这个希腊文原文的解析，它有多层面的意思。其中的一个意思是安慰者，在人极度没有盼望、失望、伤心的时候，宝惠诗他是一位安慰者。当人软弱要灰心要放弃的时候，这一位宝惠诗他是坚固者，他要坚固你的信心，他是帮助者。当一个人面对不公义的对待、被欺压的时候，宝惠诗他是我们的辩护者。阿们。真理的圣灵他要引导信徒们的理性归回到真理，也就是说我们要透过真理的圣灵来认识圣经的话语，以至于我们能够活出我们的生命。终极我们要为耶稣基督见证，要荣耀我们的天父。阿们。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不能够只停留在知识层面而已，相对的同时也要经历到信仰奇妙的恩典。这乃就是耶稣为什么他向父求，求父赐下一位宝惠师，求父赐下真理的圣灵。宝惠师真理的圣灵是描述圣灵。阿们。我们要在圣灵奇妙的引导之下，以至于我们的生命能够经历到圣灵奇妙的引导，那又真又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不断的扩张扩大，以至于我们能够承载更大的恩福。非常重要的，在我们信仰的过程，身为基督徒的我们，我们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功课要学习。圣灵他是君子，他会按照他自己的旨意来感动、来引导你、引导我。因此我们个人的生命的品格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特质，来做出适当的回应。我们要谦卑在主的面前，我们要学习顺服，我们更要有聆听的耳朵。
更要按照圣经里面清楚的教导，要行公义，好怜悯，有一个怜悯的心。不但我们自己得到上帝所赐的恩福，我们得到好处，我们同时也要顾念到我们的邻舍，我们的周边的亲戚朋友。我们要活作一个尊荣上帝的生命，阿们。这一切都要引导你，引导我来活出一个丰盛的生命。这个丰盛的生命是结满着丰盛的果子，好像这个葡萄这样啊。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他引导我们，他透过真理教导我们，以至于我们能够从中在自己的软弱的当中反思，并且实践和活出真理的教导。圣灵他要引导每一个信仰者，就是基督徒的我们，要活出，要结出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是一粒且有九重的面相，阿们。如果英文的这个圣经版，我们就看得比较清楚。But the fruit, 它没有 S, of the Spirit is,它是单数，不是二双数。所以弟兄姐妹，圣灵在我们里面，生命里面工作，引导我们，始终要让我们结出丰盛的果子。这一粒果子有九个层面：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九个层面的这个生命的果子，圣灵的果子，是没有律法可以禁止的，阿们。那这个九个层面的果子在我们生命里面呢，有些它强一点，有些弱一点，有些正在启动。那或许我们不够温柔，或许我们不喜乐，弟兄姐妹，圣灵在塑造你，塑造我，经历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过程，他要让我们内在里面的生命，这个圣灵的果子逐渐的增长，结出丰盛的果子。我们的会主卫斯理约翰强调一句话：成圣是一个成长的过程，阿们。不是一个成圣的生命，是一个成圣过程的一个生命，阿们。也就是说，当我们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是进入了一个属灵成长的一个生命的里程，阿们。这圣灵的果子清楚地记载在马太福音，这圣灵的果子是清楚记载在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那讲到这个真理的圣灵的时候，何传道要理清两件事情：圣灵的喜和圣灵的充满，免得我们搞砸什么是圣灵的喜，什么是圣灵充满。阿们。圣灵的喜就是当我们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
我们受洗归向基督，就因信称义了。这个是无可否认的，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全了。主耶稣基督赐下白白的恩典给我们每一个人，所以因此我们应相信耶稣基督而称义，我们得着了这个义的生命。圣灵充满，它可以分为普遍性的情况，还有特殊的情况，但是两者很多时候却密不可分。那有关圣灵的充满，就让何传道以普人个人的一些的生命见证来多讲一点圣灵如何充满你，充满我，来做圣灵感动我们要去的工作。也就是在当中何传道之前所讲的，你要顺服，你要谦卑，你要聆听圣灵的声音。这一位长者是当年何传道去探访他，在邻居的介绍下，也就是我们的会友的介绍下，认识这一位年长者。当时他有气喘，那身体有水肿的现象，儿女家人劝勉他去看医生，他选择不要去看医生，因为他觉得人生太没有意义了。何传道只不过跟这位年长者见过两次的面，当天我凭着感动，中午的时候来到他的家，他坐在门口外，好像在期待什么这样。我问这一位年长者，你吃了午餐吗？还没有。那我就透过他的邻居告诉他，何传道请你一起来去用午餐，他终于答应了。在吃午餐的同时，让仆人有机会跟他沟通，看到他的情况非常的危机，他是非看医生不可的。我说你吃了午餐因为我讲何传道他很难明白了，我就讲你吃了午餐，何牧师带你去看医生。弟兄姐妹，他竟然答应了，我就带他去看我的基督徒家庭医生。这一位家庭医生告诉我，你马上要带他进入中央医院因为他的情况危急。进了医院，他需要吊水，需要氧气这位是师母了我们去医院探访他。那个时候他告诉何传道说，感谢耶稣救了我，阿们。他终于归向基督洗礼了。特殊情况，圣灵的感动，仆人愿意谦卑的回应，看到宝贵的灵魂得救。这位长者
在五年前已经回天家了。那何川道一向来都关心社区贫困的家庭，在做出这样的一个回应，圣灵的感动，我愿意谦卑的顺服。弟兄姐妹，这一楼里的干粮是一位机构奉献给教会的，以至于能够帮助更多贫困的家庭。我跟这个机构的负责人说，谢谢你这么用心的给我们教会这么大的支持。这一位机构的负责人永远给我是一样的答案，就是感谢天父上帝，一切都是上帝预备的。阿们。他给的干粮不是过期的，弟兄姐妹，是上好的。我会放一些图片啊，以至于我们能够看得到啊，一箱一箱的。米罗是大包的，不是小包的，弟兄姐妹。何川道跟教会的团队同心合意的，把这一些干粮送到有需要的家庭当中。阿们。我们教会年轻的这个社会关怀主席，他们也回应圣灵的感动，抽出宝贵的时间，把这一整楼里的这个干粮的货源跟它分类，成为一个家庭一个家庭的单位。按照我们教会的这个记录，我们关心了每一次的关心了整20个贫困家庭。阿们。圣灵奇妙的引导，圣灵他在特殊的情况做他特殊的工作，原则是你和我愿意回应吗？当你愿意回应的时候，我们的天父他是供应者，他是耶和华以勒供应的神，他的供应是超乎你所想所思的。阿们。圣灵奇妙的引导，在特殊的情况。当年在神学院上神学的时候，我有两位同学，包括我就三位同学，我们每一个星期一晚上都会召集在一起，一起的祷告。我们来自不同的宗派，我来自卫理公会，我的另外一个同学来自这个 SIB， 另外一位来自浸信会的同学。我们除了一起的祷告，我们星期五中午的时候，我们也抽出了一段宝贵的时间来关怀这个神学院的这个 gardener 啊，就是员工了啊，他们都是打扫的、剪花剪草的，
有两位印度的员工，还有两位的印度男童工、男员工，我们都会召集他在星期五约定的时间见面，关怀他们，关心他们，问候他们，为他们的需要祷告，把真理的道让他明白。这个图片你会看到其中一个姐妹的手是长短的，这位姐妹她讲她的肩膀痛了很多年，吃了药好一点又再来，都是这样的再转，好了又再来，再来又再吃药又再好。怎么知道她的手长短呢？我们就叫她手靠着墙壁打开，然后直直的向前放，试一次两次三次都确定他的左手短的这个手指长度几乎比右手的这个手指短一截。这时候何传道就呼吁我们的这两位同学一起来为这一位员工来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这个左手长出来，长出来。在短短的两分钟里面，这一位姐妹她突然经历到一种奇妙的经历，她的手臂好像有一股力量拉她，最终她两个手一样长了。就在这个时候我们问他，你有什么感觉？你这个左手短，这个肩左肩膀痛，现在的情况如何？他转转一下，摇摇一下，痛不见了。那因为那个时候我是二年生，所以我是四年的学位，第三年我毕业的那一年仍然跟进他，他的痛完全得医治了。阿们。这一切都归荣耀给我们的天父。你愿意顺服圣灵的感动和回应吗？允许我做多一个见证，就要来到结束了。有位姐妹，她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因为被父亲责备，而父亲没有给她机会回应，她认为这个是很不公平的对待，因为弟弟没有被责备，当时他们两姐弟在吵闹要争取一张的这个读经表的这个经文。弟弟哭了，做父亲的就很严厉的责备这一位姐姐，当时她是六年级。时间就过得这么快了，这一位姐妹 college 毕业了，他在睡觉的时候感觉到有一股很强的力量压住他的心口，几乎喘不过气来，要断气这样子的感觉。当他呼喊耶稣救我，这个压的力量就退去了，不止一次两次三次多次这样。
有一天奇妙的事情发生了，透过母亲告诉这一位父亲，这一位女儿有这样的现象，因此这个父亲就做出回应，邀请母亲和父亲还有这一位女儿一起的祷告。在祷告的时候，父亲问，在你里面你第一个的感受感觉是什么？他马上眼泪就流下来了，然后一直在哭着。父亲叫女儿把真相说出来，这个女儿终于说出当年她在六年级受到父亲不公义的对待，而压制她、骂她，以至于没有给她机会回应。没有想到这样的一个伤痕的记号，就好像一开始的时候和传道放一个缝针的那个伤口的记号，存留在内心，直到他 college 毕业的时候。当这一位女儿这样讲的时候，这个父亲内心深感内疚，就告诉这位女儿，父亲当年做错了，女儿请你原谅父亲。当父亲讲出这样一句话的时候，这个女儿哭到的情景甚至会抽筋抽筋，这样子的一个反应，泪水鼻涕都流出来。父亲就在这个时候给这个女儿一个拥抱，并且奉耶稣基督的名破除当年在六年级所受的伤害。最后父亲按手在女儿的头上，为女儿祝福祷告，阿们。从这样的一个回应，接下来这一股压的力量，直到今天，他这一位女儿已经结婚了，有孩子了，这个爸爸也做阿公了，有孙了，这样一个压迫的感觉再也没有回来骚扰这一位姐妹，阿们。那一位父亲就是站在你面前讲道的何传道。我愿意谦卑自己，愿意悔改，愿意顺服圣灵的感动，在特殊的情况，圣灵的能力介入，破除一切的憎恨、埋怨和苦毒，释放我的小女儿，她得自由了，她今天有一个幸福的家庭，阿们。这不是你和我在过程中要看到一个生命被建立的一个渴望吗？小学六年级的同学，那比较高的那一位，也就是家里的哥哥了啊，在贫困的时候，表面上看到是一个悲观凄惨的一个画面，但是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神的眼中，这是一个塑造的平台，让这一位小学生从小就能够经历到贫困的一个辛苦。
因此圣灵在他生命里面做一个奇妙的感动，一个特别祝福的记号，直到今天他仍然记得非常的清楚。人穷志气不可穷，七个字一生记在脑海，记在心中里面。为什么这一位小学生六年级的学生他仍然记得这么清楚呢？这一句话他是带着安慰的、造就的、劝勉的，若不是圣灵的引导，透过微小的声音跟他这一个小学生说话，请问这一个小学生六年级的小学生，他不是要经历在一个伤害的层面吗？以至于之后他没有信心抬起了头来面对他的现实生活。弟兄姐妹，刚才你看到很多干粮送到贫困的家庭，是神奇妙的拣选。早在这一位小学生六年级，神已经在他的生命里面做奇妙的工作，让他先有经历到贫困的处境，日后成为这个贫困家庭的祝福。这位小学生经过了四十多年，他现在也站在你的面前。那一位小学生就是何传道。伤痕转化成为祝福，我们看到五位这个小学生的这个五位弟兄姐妹，因为小妹妹当时还没有出世，这个就是何传道今天的六位弟兄姐妹。阿们。我们今天六个家庭都归向基督，我们每一个家庭的儿女们，他们都归向基督，甚至到我们的孙都归向基督。阿们。一人信主，全家信主，家族信主，在哪里找得到呢？这是一个特别祝福的记号，是你和我所渴望的。阿们。特别福分的记号，主耶稣向上帝求，赐给我们保惠师，他是我们的安慰者，他是我们的坚固者、帮助者，甚至是我们的辩护者。上帝赐下真理的圣灵，引导人的理性归向真理。主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个强而有力的应许，永远与你们同在。阿们。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到十七节，弟兄姐妹一起来跟何传道一起读。十六节，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第十七节，
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何等的宝贵，一个特别祝福的记号。愿这一份的祝福与每一位众弟兄姐妹们，你们都能够经历到这一份特别的祝福。阿们。我们同心祷告。天父，我们的信仰是何等的可贵，因为耶稣基督向父求，赐下宝惠师真理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不单只是与我们同在，也要住在我们里面。天父要透过这样一个特别的祝福的记号，让你、让我、让每一个人，凡谦卑来到父的面前，愿意顺服圣灵的引导，谦卑地寻求圣灵的指引，必在圣灵奇妙的恩典中经历到他奇妙的作为。阿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弟兄姐妹，我们预备心来领圣餐。你们若真实悔罪，与人亲爱和睦，立志自新，从今以后遵主的命令，行主的圣道，就当存信心来到全能上帝的台前，恭敬地跪下，谦虚地忏悔，领这圣餐得安慰。认罪文，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宣读。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主耶稣基督的父，创造万物、审判万人的主，现在我们承认及悔恨我们的种种罪恶。我们素来在思想上、言语上、行为上都有过恶，得罪上主，干犯主的圣怒。现在我们诚意忏悔，痛恨我们自己的行为，无心自问，十分忧伤。求慈悲的父怜悯我们，为圣子我主耶稣基督赦免我们从前的罪，又赐下恩典，叫我们从今以后改过自新，遵主的圣意，永远服侍主，将尊贵荣耀归于主的圣名。这是靠主耶稣基督求的。阿们。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们的天父，主曾发大慈悲，允许将赦罪的恩赐给诚心悔罪、真是信靠主的人。
现在求主怜悯我们，赦免我们，救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激发我们，坚固我们，使我们勇于为善，能得永远的生命。这是靠我主耶稣基督求的，阿们。请听圣经上对谦卑懊悔的人所说的话。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挽回的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心中仰望文，我起弟兄姐妹们应。你们心里当仰望主，我们心里当仰望主，我们当感谢我主上主，感谢我主上主是应当的。无论何时何地，感谢主圣父，无所不能、无始无终的上帝，这是理所当然的，也是我们本分所当做的。因此，我们和天使并天使长及天上的会众一同称颂、尊奉主有荣耀的圣灵，常赞美主说：圣哉，圣哉，圣哉，天地万金的主，主的威严充满天地，愿荣耀归于至上的主。阿们。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们的天父，为要救赎我们，曾发大慈悲，使独生圣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基督在十字架上献上己身，为世人做完完全全的祭物，替世界人民赎清一切的罪孽。他又设立这个圣礼，在福音书中吩咐我们常常纪念他的受死，直到他在降临的时候。现在我们恭敬父求慈悲的父，应许我们的祷告，赐恩给我们，使我们遵着圣子救主耶稣基督的命令，纪念他的受死遇害，领受主所赐的这饼和酒，就是领受他的身体与宝血。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要喝，这杯是我立新约的血，为你们和众人免罪流的。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阿们。慈悲的主，
我们来到主的圣座前，不敢靠自己的义，唯靠主的大恩典。我们就是摄取圣桌下的灵碎，也是不配的。唯主永无更改，常是怜悯，叫我们能领受上帝爱子耶稣基督的宝血和宝血，使我们犯罪的身体和灵魂都可被他的宝血洗清，而服得丰盛的生命。我们就常住在基督里面，基督也常住在我们里面。阿们。弟兄姐妹，这时候你们在各自的家中已经预备好的饼和葡萄酒，按照和传牧者所带领的这个程序来引导家人一起的来领圣餐。耶稣说，这是我为你舍的身体，你拿这个吃，纪念耶稣为你受死，应当以信心领受，并且感谢。我们一起领。耶稣说，这是我立新约的血，为你们流出来的，你们拿这个喝，纪念耶稣为你流的血，心里应当感谢。我们一起领。主啊，我们的天父，我们卑微的仆人，行这圣礼，恳求慈悲的父接受我们的赞美和感谢的祭，又虔诚求主施恩，叫我们和全教会的人，借着圣子耶稣基督舍身流血的功劳，得蒙赦罪，而得到诸般的恩赐。我们现在将自己的灵魂和身体献给主，做合宜清洁的活祭，恳求主使我们领受圣餐的人，足足的等蒙主的大恩鸿福。我们罪恶深重，原不配来献祭于主，但我们求主接受我们七七的自诚，因为主耶稣基督饶恕我们的过犯，所以唯有求主欢喜受纳，不要计较我们的过犯。但愿尊贵荣耀归于无所不能的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主，永世无尽。阿们。凭信心领受牧者的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门。